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二十四公司台记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这两三天雨落未停，彩色平均区两成左右。气象署表示，今天暗时方面会阁通过台湾北部、东北部会阁开始落雨。北部出现今年头一波天狗日的疫情，新北市新店甲中和新增加三例本土天狗日的病例，社区建设太紧张。以色列昨个向黎巴嫩的南部、东部的真主党发动攻击，至少造成492个人死亡，超过1600多人受伤。咱来看这两三天，雨是落未停，菜色又搁起价了，平均是起两成左右。气象署嘛表示讲，今仔方面是往北刷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所以今仔台湾本岛雨水较少。也唔过哦，暗时开始，方面会搁通过台湾北部跟东北部会搁开始落雨，雨会一直落到后礼拜一。拜二台北市总算是出日头，民众赶紧出门买菜。不过受到前几日啊大水雨影响，许啊菜类的菜价大起，高丽菜对原本的45块起到55块，番薯许啊对40块起到50块，硬菜对35块起到45块。菜贩啊表示，所有的许啊菜类拢差不多起两成左右。分主要中南部啊，甲咱北部吼，这波吼会雨较严重，啊严重的顺便来讲一寡青菜。类吼，啊，加迄个花果类啊，吼，拢有浸着水，所以损害率吼，差不多有一成至两成的损害。因若菜价当时会开户，菜贩啊预告爱等十天过后天气稳定才会开户。虽然拜二透早各地拢会出日头，不过气象署提醒，暗时开始受到风面甲低压带影响，北部、东半部爱留意落大水雨、闪大雨的状况。中南部过道了后会有西北雨，而且这种天气的形态会维持到九月三十。所以说，在这段期间，整体的降雨都是以迎风面的降雨为主。特别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整天不定时可能都会有一些阵雨或是雷雨的状况。至于在被风侧的中南部地区的话，主要是属于午后的降雨。另外，受到水气影响，加上北边凉空气落来，台湾各地天气拢开始转凉。气象署预告未来一礼拜上低温会来到24度，豆豆啊进入秋天的天气形态。气象署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早暗的温差，避免感冒。记者郑阿酸、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北部出现今年头一波天狗日的疫情，疾管署公布新增加三例本土天狗日的病例，拢伫新北市。新店的新和里有两例，中和的新南里有一例。这三例哦，拢捌去过三界庙个天山公园。疾管署嘛已经要求中和、新南里、金南里，阁有新店的新和里，这三个里哦，拢是高风险区，社区爱设体检站来提悬警戒，一直到10月底为止。卫生所的人员透早就伫个新店新和里的活动中心设置体检站，有不少居民专工请假去做抽血检查，都惊去为着天狗日，家己唔知影，因为徛在附近出现天狗日的病例，来检查一下会较安心。他有贴那个公告，然后就是通知我们来做筛检。你只要通知，担心就过来啊，这样大家都好。疾管署23公布新北市新增加三个天狗日的病例。这也是今年北部头一件本土天狗日群聚的感染。这三个个案有两个住伫新店区的新和里，一个住伫中和区的新南里。也着发现讲，因甲9月19日花莲本土天狗日的个案，拢有去过三界庙甲天山公园，怀疑是同一件群聚感染。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感染者验出来拢是第二型天狗日的病毒。致死率比第一型要搁较高。比较特别的是，有两位都有出现腹泻的症状，甚至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还有出现恶心呕吐的这个情形。那经过检验来讲，这三位都是属于登革热第二型，所以比较容易会有一些非典型的症状。疾管署强调讲，新北市中和区新南里附近的金南里，也搁有新店区新和里，这三个里分别就是高风险区，有设立社区的体检站，和有症状的民众会当去做检查。警戒时间到10月底为止。另外，嘛针对三界庙到天山公园往回路线采警示的公告，提醒民众若出入的时阵，都要加强防范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电价，敢会阁起价咧？这礼拜的电价审议会哦，会有结果。行政院嘛暗算讲要半补台电1000亿，也毋过总预算是予立法院退回。传出讲台电评估讲年底，若输无这笔钱，十月的电价哦，可能就要起13%到14%。多民众党的立委是批评讲台电的这款讲法是威胁人民、威胁立法院。
行政院长邓颖台嘛讲哦，伊个人的基台是民生用电卖起，也唔过嘛是爱尊重登记审议会决议。登记伫咧四个奖条起一边，做嘛团工台电伫咧评估讲，年底进程若是一千亿个半步无上无立效，十个登记可能爱起13%到14%，交货都不够今年的亏损。尤其这礼拜国要开登记审议会，民众党立委张启凯质询行政院长邓颖台时阵，批评政府是情绪勒索。不过邓颖台强调，希望卖调整民生登记，但是尊重登记审议会决议。你们这是情绪勒索吗？甚至什么？这恐吓取财吗？先请经济部来一下，一定要给你拨补，你不拨补，我就要涨你的电价。电价审议委员的这些先进们，都会观测到整个社会民生的需求，民生用电绝对不要，这是我个人的期待，不要涨了。那是民生电价受到关心，明年政府水电费有上增加25%，也和立委质疑是叫人民省电政府所普遍有上。杜英台澄清讲，是过去三年有上拢无反映起价，但是杜英台官写6-8个电钱，做予人逼讲用了20,000多。杜英台承认有异常会去检查。用电的异常，我也觉得怪怪的哈，所以我们会请电力单位来做一些用电的检查。阿伯联手体会中央政府总有损害，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强调，原住民禁止错杀补偿条例公牛收购计销是三度通过法律，要求政府爱并有够有损。但是杜英台强调，要维护法定有损的天数。对原住民、对农民的照顾，行政院绝对努力的把预算编足。我们绝对有柔软的心，但是在柔软之前做不到。我们对宪法跟法定的预算程序好柔软啊，必须要维护，好柔软，必须要维护。民众党派是讲，将会伫咧停诉委员会退回有损案，要求行政院定编。但是杜英台议员希望国会会当复会实质审查，也和总有损案调解争议这么紧张的。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部长柯泰源进前表示，为着病院检讨政策，总统打电话问环境部长彭启明，引起真侪讨论。我感觉只讲部会首长的沟通，哪会跳过行政院长嘞？这邓元台今仔冇回应。那我们部长跟部长之间都会有很密切的沟通，那他双方在过去未任公职之前，都有相当多的这个交情。也会有很深厚的感情，所以他们有时候说话之间难免的会比较轻松。但这一件，我们应该严正的看，就这个政策对环境部、对卫福部来讲，应该严肃的看政策，做政策相关的表达才好。那这件事情，我及个人以及我们的这个部会首长，我们都深以为戒。那个道歉是因为总统有打电话给您，你才道歉吗？有人就说为什么总统要直接打电话给部长？不接受大家指教，那为什么不是先打电话给卓荣泰呢？部长柯泰源有将对话讲了无好，造成外界的误解，向彭启明回失礼了。今仔第二法院国民党的立委罗志强嘛邀请柯泰源跟彭启明做伙上台，佮爱两个人握手。邓颖台嘛甲柯泰源跟彭启明的手扭起来，双方已经大和解了。再来看中央银行哦，搁再提出信用管制，要来打差房。有风声讲，买第二户的贷款利率已经超过3%了，甚至有的银行规期无要提供贷款。另外有统计指出，讲今年下半年七度有57,000户的新厝完工要交厝。有专家是认为讲，未来低中低细间厝会较受到欢迎，买厝投资的人会较少。受到申请按政策的影响，真侪银行房贷量拢在咧增加，不少银行只好以量压价，或者是提算客户。目前市面上只要是买第二户的贷款，有风声讲利率全面扣关到3%起跳。至少可能第一户的人有机会，房价不会莫名其妙的飙涨。你随便过一下子，房子涨得就超过那个利率，还是有赚头，有赚头人家就会去买。根据了解，只要要无自家用主体，头一次买厝的人，房贷利率是2.35%起跳。相关贷款会当大概8%，不过若是买第二户贷款，利率至少是3%起跳，拍数相关敢会当大概5%。想要贷款，要排伫个头一届买厝的人的后壁。有风声讲，房贷市占率排前两名的台湾银行甲土地银行，第二户房贷利率拢超过3%。土地银行表示，
目前房贷量能还阁会当维持伫一定的水准，会配合主管机关的政策，贷款利率会照市场的行情来调整。根据房屋交易业者统计，今年下半年七多新的案，完工交厝的有57000户，伫前十大行政区内底，桃园甲台中拢各占四区。1500万以内的这些小宅，它的热度相对来说还是蛮稳健的，但是中大坪数的物件啊，特别是这个换屋型中坪数的这一个产品，可能会这个市场冷却的情况会特别的明显。有专家指出，受到买盘萧条影响，按算未来房市预期空间会较大，不过计数未快速修正，如果大间甲中间的厝可能暂时未阁起，或者是以此目前的介绍，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厝价哦，一直起，让真侪少年人买不起厝，是每一任政府拢真头疼的问题。罗清德伫上任以来哦，发布两波打房的政策，先是甲要买第二户，贷款的成数降至60%，上新一波的信用管制，佮加上未当有宽限期，望讲来降低投资客。今日解剖新闻，咱特别请嘉顺详细来说明一波一波的信用管制对房地产的市场可能有啥物影响。是主播，即个央行所宣布压制炒房的措施，和九月二十实施迄天的营建股一个就落价紧绷。到底即间是啥物款的措施？咱先来看上届受到关注的，就是只要你的名下有厝，无论是主体拢写，也是上班，甚至是兄弟姊妹共同继承持分的，若要阁买厝买头一户，就未阁有宽限期啊。进前央行对2020年开始实施第一波的压制炒房措施以来，主要拢是降低上济当贷款贷到几成，嘛是爱买到第二户才有促销宽限期，而且是限定伫咧六都甲新德地区。不过即届嘛，做伙扩大到全国拢无宽限期，而且上济敢来当贷款贷到50%尔尔。就是因为有真侪投资客买厝拢利用即个宽限期，敢若需要立利息，毋免还本金。即宽限期若要到啊，着换一间银行继续来贷款，继续来申请宽限期，落尾是一直到甲即间厝卖掉，拢无还着本金。所以即间央行着大力针对买头一户着出手促销宽限期，要来阻挡遮个投资客。另外，也阁有针对着买第三户、买好业厝、甲公司法人要买厝的，拢嘛对上济贷款会当贷到40%，降低到干那会当贷30%无宽限期。那是要建商卖出的换厝，上济是干那贷到30%尔尔。因为央行即届嘛提悬银行的准准率，予银行袂当有遮尼济资金来提供贷款。种种的措施，予人讲是上届初产的一届压制炒房。严格着有真济要买厝，阁有要换厝的，着真烦恼啊！央行就表示讲，名下若是无买厝的，若无厝的，未买厝会当用新青安贷款，共款是有五档的宽限期。伊若要换厝的咧，只要伫咧一档内，甲即间厝卖掉，就虽然无宽限期，毋免受到这第二户干那会当限贷50%的限制，这是由银行会当来核准贷款到底会当贷偌济。咱今日的解剖新闻就先讲到这，所以来将镜头交返去主播。感谢阿顺哦，咱阁继续来看台中有公车弄死一个东海大学学生，阁有一个学生囡仔受伤。台中市政府今仔是宣布五大办法，除了要惩罚客运业者，嘛要调回所有公车的驾驶来进行教育训练。未来嘛，打算要针对重大的事故要记点哦，严重会来收回路权，嘛要求讲年底进前全面要加装行车安全辅助系统。也唔够民间团体是认为，市政府会当针对路口不良的设计，阁有司机过劳的劳动环境，先开始改善。台中古业交通305公车九月二日暗时弄到两个查某大学生，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台中市长罗秀燕九月二日宣布五项措施，包括惩罚业者120万，十天内加专职1300个客运驾驶员教育训练，检视20大雕塑路口安全措施，建议提悬记点的比重，严重的人会扣补助款，加加路权收回来，而且要求年底进前全面加装行车安全辅助系统，行车安全补助系统。年底前全面完成安装，并且要求职业驾驶要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范，否则要重罚。
根据交通部统计，台中市今年顶半年过路人交通事故死亡28人，是6度上多，比去年同期加23.3%。市政府强调，重发甲强制安装措施，只要透过修正公车亏损补贴作业要点，就当施行。行车安全辅助系统一套6万9，补助其中49%的费用。也毋过，过路人零死亡推动人民认为，真济公车业者营运困难，特地执行几率真低，应该对解决路口不同设计，甲改善司机过路的劳动环境，才是根本的方法。自己去付一半的钱去抓那个先进驾驶辅助系统，我们是觉得很困难。你立法强制他安装了，那我相信我们可以见到的，那就是公车业者可能也会跳出来说他们没有钱，政府应该要全额补助。我们觉得重点应该还是要先从公车司机的劳动环境以及路口的硬体建设来去着手，我们觉得这才是根本之道。交通局表示，目前全台中市1400台公车差不多有20%也未装行车安全辅助系统，若无做到，会以公车契约的法则来开发，有信心通完成。也若拒绝交通省市的司机，台中地检署以过失致死罪来侦办，本地是以20万元要交保，也毋过检方考虑到伊经济困难，最后是改以10万元交保。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看高雄市中一路一栋高起的大楼，昨有阿门头落落来去供电附近的徛街哦，是真危险。市政府稽查嘛，发现讲是工程的疏失，已经违反建筑法，罚新竹人9万元，嘛要马上停工，全面来检讨改善。高雄市中一路384巷这条巷啊，23号中道左右，一度阿门头为高空落落来，无外久巷啊拢是土水，有民众骑车经过，惊到赶紧倒退，阿门头嘛个临近徛会好俩讲歹去，民众发现阿门头拢是为边啊这位施工当中的大楼所落落来。25楼伊在控制五楼啊，控制五楼伊迄个帮忙劈开砖弄落来啊，对我当然会惊啊，重点就是讲人无安怎。上好，咱像迄龙卷风安尼，我想啊，才靠迄个龙卷风遐严重，结果毋是在云顶悬，可能跌无啊。今日一天24号上午，伫咧民众的厝顶，啊，可以当看到水泥落落来痕迹，民众嘛咧拼厝内。根据了解，这阿门通是为建案25楼所落落来，但是现场来问这建案的工作人员，对方拒绝回应。市府表示，经过稽查，是因为施工无注意，导致着阿门头落下来，会按照违反建筑法相关规定，裁罚着新竹人9万元。24号开始嘛，爱停工。因为灌浆作业施工不慎，而有水泥块掉落等情事发生，造成市中一路384巷民宅雨遮受损。市府要求业者要积极改善，业者嘛要针对着建筑工地安全设施做全面的检讨改善。民众讲，建商已经有答应要赔受损的物件，因初步有共识。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来看宜兰县头城有一个渔民哦，最近捕到一只20公分的龙江鲢，有人出16万要甲伊买，嘛有人出12万讲要买来放生哦。伊这个渔民决定讲要卖12万来放生，今仔透早嘛出海去野放，也毋过外界嘛质疑讲渔民抓鱼啊使用拖网啊，敢有违法嘞？好来，放下去，放下去，哎，放。渔民家抓起来龙江鲢，搁放倒去海里。因为有人出12万的价钱来买，希望会当个放生。头城的渔民林天明钓一只用拖网仔的方式，捕到一只20公分的龙江鲢。这个消息出来了后，有人出16万的价钱要来买，不过将其买，林天明还是选择卖好买来放生的人。一个出10万6千，啊，一个出12万，啊，头拄啊，一个搁一个出12万，啊，做即马最后一个出16万，帮叫我帮伊再出去遐去给放生，原为我拖的原为。卖过去拖到的位，这种龙江鲢是分布伫日本、台湾甲印尼的沿岸，是伫古生代寒武纪的时代出现，到新生代就开始偷偷灭绝。因为龙江鲢保留关系两对妻，也有两对幼子，所以嘛，红河做是活化石。龙江鲢红河起来了后，都要饲伫15度以下的水温才会活。渔民家放伫低温的水内底，嘛提供上锁，总算等到买的人。不过这个事件嘛引起外界质疑，讲拖网的这个渔法应该来禁止，避免破坏生态。也若国立台湾博物馆是透过人民策划讲，希望龙江鲢会当回归大自然。目前最主要是现在，渔民已经在有些从事渔捞化，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个抵触事业，避免说直接进化造成他们的生计的影响。
目前宜兰县核准的拖网渔船有235只，依法伫三海里以内是禁止拖网啊。迄那50吨以上的渔船啊，是禁止伫12海里以内用拖网的方式来掠鱼啊。这个县里面船长的行为初步调查是无违法。官府讲，若强行禁止拖网的渔法，恐惊影响渔民的生活，会配合中央的政策辅导转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最近哦，一寡后边国家拢消停台湾，认为讲无应该受到中国次五解脱联合国第二七五八号决议影响到咱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台独人民嘛望讲，咱家己嘛应该好好啊宣传。另外，总统赖清德哦，昨伫一场民进党的参会嘛，搁再强调讲，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爱予2300万的台湾人做决定。最近美国、澳洲、荷兰等等国家认定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无牵涉台湾，认为中国以这个决议讲有台湾的主权是错误解释。台湾独立建国联盟认为，在国际当咧停台湾的时，咱也爱甲这件代志更加大力伫国内外宣传，而且用入教育体制，将此决议文的内容，公开的，而且很明确的注入教科书里面。我们也呼吁外交部必须告诉世界 各国2758决议文与台湾无关。民进党拜一举办创党加建党先进联谊参会，总统赖清德也以民进党主席身份致辞，一个一摆强调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属于对方，坚持咱的主权袂使受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人共同决定。咱永远坚持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人共同决定。总统赖清德致辞也讲，台湾会继续发展经济来强化国防力量，而且参民主阵营共同发挥力量，阻挡独裁者。赖清德也强调，乃当伫对等尊严的状况之下，台湾也愿意参中国进行交流合作。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今日看到中国的国安部指控咱国军的自通电军对中国进行网络攻击，佮公布三个人的相片佮名，表示讲要立案调查。咱国国防部长郭立雄是批评讲，中国的指控无影无迹，中共哦，这是网络攻击头名的国家。中共相关对待文武恐吓，中国国安部也佮反驳咱国国军是黑客，指控三名现役自通电军军人扮演网军，对中国进行网络攻击。除了公布相片佮名，也依照中独意见立案调查。外界比对发现，其中一名身份亲像前职国军相关单位。国防部长郭立雄二是严正否认，反过来呛中共这是网攻第一名的国家。在进行这个网攻害侵的这一个国家的第一名，我想应该就是这个中国相关的内容，我认为都不实。针对台海情势紧张，政府强化物资储备，内政部将修法增设物资大队，针对供应无稳的急救药品，随时立立必要药品清单，和病院准备好战备药，引起外界联想。台海兵凶战诡，郭立雄认为对提升合作力有帮助，但过在野立委无认同。我们的全社会防卫也要加强它的韧性，统合起来就足以产生一种合作。不管是天灾或者人祸的时候呢，必须要成立的若干小组的收容或者是物资的部分，我想也是跟大家所熟知的民防系统里面的一个协助跟整编跟处理有关系。这怎么是合作对方呢？特殊上不是这样的，是在保护自己嘛？那保护自己为什么要走到这个地步？台海面临战备物资不足，军火库存赶快的欠，加上美国对台演习交付超过200亿美金，《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前军官示警，一旦台海爆发冲突，中共封锁台湾，台湾恐惊陷入武器用料的危机。雄风飞弹或是国造的天空飞弹，乃至于建造速度更快的无人机，这都是在暂时期间可以
有效进行自己补充的，就是从台湾的东岸就是一些友盟国家可能会运输给台湾的一些补给品。尤其台湾跟乌克兰以色列不同，因为海岛国家较无好的情势，造成军队补给更加艰难。学者表示，国军最近几年一个扩充飞弹的库存，包括气枪、标枪、弹射飞弹等短程武器，数量上看3000粒。战术层面上也会当实施低目标管制强军消耗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以色列昨午阁向黎巴嫩南部、阁有东部的真主党发动攻击，至少造成492个人死亡，超过1645个人受伤。这嘛是2006年以色列甲真主党战争以来死伤上严重的一日。黎巴嫩南部沿化城市时灯，天顶规个拢青烟，真侪人驶车走着机会要逃走。就伫哩以色列攻正扩大对真主党攻击的时阵，南部百姓接到警讯，讲哩人若是伫哩藏着真主党武器的建筑物内边，就要赶紧离开。以色列伫哩过去24点前久，向黎巴嫩南部加东部真主党大约1300个目标发动攻击，造成大规模死伤，包括伫哩贝鲁特有针对性的攻击。根据真主党前军人士的讲法，这个目标就是真主党第三号人物南部建设负责人阿里卡拉基。المتمادي على لبنان حرب إبادة بكل ما للكلمة من معنى. 真主党也个军火库600万粒火箭弹加弹药，便衣加救护车被摧毁。阿拉伯国家严厉谴责，国际社会希望双方拢退一步，并且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对以色列的危险性格进行监护。伊拉克希望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开紧急会议。אני חושב שהיום הזה זה גולת כותרת. ביום הזה למעשה.הגענו למצב שעשרות אלפי רקטות. אם נדעי איש לי די סן דועה בבו גנקאו שעצי חיפה, כאן שגן בו נחיין לסיזון, דגי לא חונג גונג צייסו זי בי. ג'נזודון חיון איש לי חושה צ'אגוי, נמבא למחוי צי דועה. איך צ'און דוי ג'בי בוואן ג'ניה סיזון, איש לי זו גוי כי דגי חמא סבו פיאו, אידי חונג צא גאסה. זה מגה דיון דיון זון גאו בבו בן גינג.该次锁定不要有移动地的支持，三不五时就向以色列攻击的真主党。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昨去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伊提出一个胜利计划，望讲来增加军事援助，对俄罗斯外交施压，嘛来追究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责任。乌克兰嘛，唔望讲会当来放任使用长距离飞弹的限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到美国了，先见证并参加乌克兰扎波罗热签姊妹酒协议，尾仔参观伫咧宾州一间陆军大药厂。泽伦斯基即阵去美国主要任务是要向美国总统拜登、甲两党总统候选人提一项胜利计划。Україна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в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ах план перемоги. Першим його побачить повністю президент Америки, звичайно.Представлю план перемоги усім лідерам країн-партнерів, які так само, як президент Байден, є лідерами світу, можуть стати лідерами миру, допомагаючи нам із планом перемоги. Зеленський进前的声明内边讲，胜利计划包括三个部分：加强盟友对乌克兰军援、对俄罗斯施加外交压力、追究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责任。在进前几个月，乌克兰一直希望美英等西方盟友。会当放任使用远程飞弹的限制，来实现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不过，俄国总统普京进前就警告讲，那呢死做就代表俄罗斯跟北约将会进入全面战争。克里姆林宫也讲，对胜利计划内容持保留态度。Если когда-то уже будет по официальным источникам появляться какая-то информация, то мы, конечно же,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это изучим.泽伦斯基尾仔也伫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强调普京已经偷走真侪物件，因故伊永远无法度偷摕世界未来。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23号有朋友批准乌克兰进行远程打击，包括芬兰、瑞典等国家伫进行拢已经表示支持。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观光唱水器泰坦河去年去找出铁达尼号的残骸，全村爆炸，5个人死亡。美国海岸防卫队调查小组最近是办听证会，研发泰坦河的水下探险公司海洋之门的创办人桑莱恩，在听证会就表示讲，伊嘛无了解事故的原因。
美国海华防卫队调查小组在最近举行听证会，调查去年在咧探索铁达尼整体过程时阵发生爆炸，造成五人死亡的意外事故原因。研发泰坦号的水下探险公司海洋之门联合创办人桑莱恩八月在咧听证会上承认，伊也唔知影事故原因。Four families should not be mourning their loved ones.And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who made what decision when and based on what information. And honestly, I don't know if any of us will ever know this. Despite all of your team's investigative efforts, I don't know if we'll ever know the answers to all of this. CNN 报道说，桑莱恩并无参加泰坦号的开帆。不过，当公司和创水器制造商在讨论需求时，并无一间厂商会当提供因所需要的产品。桑莱恩迄当阵不甲已经过身的执行长拉许讨论过，讲是毋是要改变经营模式，或者是找更加好的工程解决方案，或是经营碳纤维复合材料来做泰坦号。本两边参加探险铁达尼号的付费的创水乘客，伫听证会上讲，这种行程本来就无安全。It wasn't a safe, it was not safe diving in the Titan, and it was never supposed to be safe. And if it was safe, then you might as well just get in a trolley car and ride around town, but it wasn't supposed to be safe. 八月的听证会开始了，已经几多遍被讲到，在创水器升起来时阵，有听到很大声的声音。哈根也讲，不听到壁壳的声音。船顶每一个人拢很担心船体会破气。调查小组伫咧顶礼拜听出证实了，认为海洋之门甲经营团队甲离船看了比科学一个安全更加重，即一直拢无注意发生爆炸进程的一挂经过。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阿富汗女性的政治人物昨伫联合国要求国际社会伫咧面对塔利班政权压迫女性个查某囡仔时，应该爱有愈侪行动。美国影响美丽史翠普嘛出席活动来收听。美国影后梅丽史翠普丽莎在联合国活动召唤阿富汗女性时阵讲话正来。And today in Kabul, a female cat has more freedoms than a woman. A cat may go sit on her front stoop and feel the sun on her face. She may chase a squirrel into the park. A squirrel has more rights than a girl in Afghanistan today because the public parks have been closed to women and girls. 梅丽史翠普讲，连鸟啊拢会当快乐地唱歌。阿富汗女性煞袂使，顶国嘅塔利班政权以消毒恶习、弘扬美德为理由，颁布新嘅法令，禁止女性伫咧公共场所发出声音，面也袂使予人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表示，阿富汗女性甲查某囡仔正面临着性别歧视一个压迫嘅深切嘅危机，唔爱让妇女受教育，唔爱让因担任领导角色嘅就业机会，无承认因嘅权利甲自由，阿富汗将会永远无法度伫国际舞台得到因应该有嘅地位。Including speaking in the public, to see their voices are represented.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 listens to it. The ministers listens to it, and we have celebrities. I think it's a small sign of hope that is created for the women. 这场活动是由爱尔兰、印尼、瑞士加卡达的上述代表团，加阿富汗妇女论坛共同举办。有几多位不敌的阿富汗政坛做会是的女性政治人物最近参加。妇女事务部前任的部长萨拉比，塔利班第一遍掌权了，阿富汗重建的改革人士。外交部人权加妇女国际事务司前任司长瓦达克，阿富汗前任的外交官。人权活动人士、妇女活动人士，一个阿富汗下议院前副议长库菲，因拢真有能力，无输乎男性，也知影讲家己国家的女性同胞，即卖处境是愈来愈害。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国宝集团的总裁朱国荣涉嫌内算交易等案件，去年哦人已经逃亡。检察院调查是认定讲朱国荣秘伫船舱被偷渡，迄当时哦有海巡人员去游艇的顶头检查27分钟，煞拢无发现，即块有重大的疏失。还有委员会主委关碧玲是表示讲，针对这款高风险逃亡的对象，对检警到司法院应该拢爱随时互相通知。不是讲一直要求爱提悬安全检查的强度。你有帮助朱国荣啊？协助国宝集团总裁朱国荣进行逃亡，包括游艇租赁业者周志南、
一审有七个人被判六个月到一年两个月徒刑。在这马监会发现，在自国刑逃逃进前，有拄到海巡人员去哩船顶检查，一定停伫哩码头，安检人员去哩船顶，伫船的甲板、渡船室、船员室，各条所在拢有检查，所无发现自国刑。就伫哩游艇内面查27分钟了，就放伊出港。监会认为海巡署执法有疏失，所以提出纠正。无论他是躲藏在游艇的哪一个角落，这么大一个人，你检查那么久没有发现，那如果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几十公斤的毒品，显然他躲的那个角落，你可能就不会可以检查到，那这个问题就会很大。海巡署被指控执法有漏洞，讲会检讨改进。严哥还为会主席关碧玲也替董林来抱不平。强调案件的这台船是加雷对象，依法这个人流行检查，海巡迄当阵查27分钟，算是真认真。跟警方、跟检方，还有跟法院要做电子的嫁接，让这个通报的讯息能够更及时通畅。那像这一次呢，朱国荣是突然提前4个小时报道，那这个如果我们能够有电子嫁接，我们就可以启动防逃的警戒。被防止逃亡，关碧玲认为讲。对高风险监督对象，就要监控加强，对监警到司法院相关机关的方向联系通报，也更加及时。不是这个呢，新冠案件的强度就要做到无漏到。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国内哦，常常传出讲有药啊无得买，少数的必要药品的清单决定讲要对两档公告一届，改做一档公告一届哦。上新一批的必要药品嘛，扩大到597项，除了癌症、抗感染、个性血管药品占上侪，嘛包括到今年正欠费的生理食盐水。这款化学原厂输入的血压药，明年一月起会退出健保给付。社区药局药师就烦恼，未来可能阁会有一段相关药品欠药的空窗期。阁发生进前，市占率只有30%的进口人工内药，退出健保给付了后，类似的欠费状况。举类兰来讲，今年一月到现在，人工内药我们都拿不到货。哦，所以说由这个前车之鉴，你说60%的话，你要多久？当地小数五个修正必要药品承担草案，未来当年会修订公告，上新承担也会扩大到597项，包括最近欠费以专案进口的需要。虽然当年随时检讨立意真好，但过药师有缘希望政府会当将承担标准的重要指标，单一药厂市占率60%往下修，因为过去经验，市占率30%左右，都会予供货端受到影响。六成的选定，当然是我们有一些参考的一些指标去做一个评估出来。订不到药的话，就我们有西药供应平台，那就请这些基层的医疗院所要来跟我们做通报，那我们就会去调查什么样的原因。小数强调，必要药品承担拢是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每两年修订公告的承担。也不过考虑战争等因素影响供货稳定度，也爱配合咱国国内需求甲状况，所以做出修正。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减轻癌症患者的负担，最近啊，当哦，计共是有48项的癌症新药啊，佮健保是有提供。也毋过有朋友团体调查发现，讲其中哦是有6成7的药品有限制。陈小姐的妈妈就得肺癌第四期，爱食两种标靶药物治疗，近年来自费超过700万。今年初就无简单单着肺癌标靶药物纳入健保给付，却想袂到因为无接受过化疗，无符合健保给付条件来卡关，让伊感觉无奈个无助。我们好不容易盼到一个说，可以健保给付的希望，结果居然说就是。我们还有限缩的问题，我们还是得继续每个月烧10几万的钱。其实类似这款的案例也真多，根据癌症希望基金会调查发现，我两年拢总有48项癌症新药纳入健保给付，也不过有6成7的药品给付条件代表着国际治疗指引，其中肺癌10项全部拢红色痕，十大癌症头一位的肺癌有半数红痕数，耳癌是有超过60%红痕数，给付的痕包括痕数疗程还是时间、痕数使用对象、加袂当并用还是替换等。癌症治疗它有很多不同的机转。所以你只能用空军，不能用陆军，那就很难打战了。因为我们的裁员有限，所以当时我们先给付的时候，就是所有的 IB 都可以用，但是我们只有限制。
伊家甲朋友团体呼叫维护部甲健保会会员，重视朋友拥有困境。第二个健保总价协商的时，可变成医疗科技甲新药预算，以减轻感染负担，也让治疗更加连接国际，提升感染存活率。记者综合报道。针对高中学习立场档案，民间是有真侪批评，也毋过教育部公布委托学者的研究指出，讲有五成学生拢表示讲，因拢真认真咧做，只有无到一派高中生哦，有为着要做学习档案去补习，嘛无到五派老师讲捌修过大纲的档案。一百空美科工已经第六年，毋过逐年拢有高中生对学习特定档案不满。台大教授林国明让两党搁再进行全国性问卷调查，78间高中超过2800个高中生内底，有50%学生拢讲正主动咧做课程学习成果。研究分析显示，社会认知的弱势背景学生做学习档案的积极甲满意程度，比优势背景学生搁较悬。公立社区高中跟私立学校的这个学生比公立明星高中的学生更积极，偏乡的这个学生对于他们的作品比都会区的学生更加的这个满意。都市增加差异和父母阶级职业会影响学生做课程学习成果的积极和满意程度。电脑和老师敢有积极协助有明显牵连。无到一派的高中生捌为着做学习档案补习，无到五派的老师捌拄过毋是学生家己做的课程学习成果。补有没有用呢？对学科知识来讲，很多学生70%以上学生，80%的学生认为有用。补那个制作学习档案，他们认为呢，这个对于制作课程学习成果，70%认为是没有帮助的。如果碰到对于有疑虑的资料部分，有67%的师长会去检视其他的书面资料来寻求它的一致性，然后也有63%的师长会在面试的时候做确认。好。这几年常常有人咧反映讲，学生做学习档案的压力许大。林国明讲，是因为多数的学生还是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学科，那教育界选择免逐科拢做，选择有兴趣的科目去做就好，会当降低学生的压力和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哦，台下摆中毒的事件，目前搁在调查。也毋过最近哦，台下相关产品生意是拢真歹，都旅游业者带游客去部落，家己做台下麻糍，望讲游客当恢复对部落生产的台下的信心。游客到部落旅行，认识部落生活，其中饮食文化也是部落游程的重要体验。也不过最近台东台亚阿伯的中毒事件，台亚是按引起各界关注。也不过为了让大家了解部落美食制作过程，软生部落的美食游程，豆腊饭、解说食材拢是部落四口为政的菜加鱼肉，安排给游客制作台亚麻糍来吃，希望会当对台亚的信心。好吃吗？好吃。个人的反应都很不错。是不打药的，是我们都会在野外，事先准备好，人家有预约了，大概人数多少，我们就会去采。因为台亚是安事件，台东县海端乡顶礼拜六的传统市集，游客减少，单位也较少看到台亚的产品。也不过，部落族人表示会加强推广，让大家放心买台亚甲农特产。像我们这次的市集，其实好像比较少看到了有那个阿拜吉纳布的东西出现了。像每个月市集，就是我去就是推广部落的农产品，能够在一个平台上面去做，能够去做销售。部落族人讲，这摆的台亚是按问题是单一事件，所以影响到部落的观光，希望政府会当赶紧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县政府哦，最近试办市民小型巴士，用七人座的车来驶公车路线，乘客哦赶快爱在公车站来等车落车，或者是先在来路线来试办，市民的反应哦是阁袂歹。那无讲，大家也唔知影，这台深色的轿车是新的花莲市民小巴士，包括司机会当载七个人，用电子支付，无收现金，付公车的费用就能享受坐轿车的服务。因为我们花莲市区的道路有一些比较路幅狭小，不适合这个大型车辆这个进去，所以我们有在我们当时研议了采九人座以下的车辆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公共运输服务。实际来坐看卖咧，自花莲中文站到管护站差不多7分钟，司机依然是客运的驾驶，伊讲塞这种车甲塞巴士无啥共。我们驾驶开小车是确实比较舒服，安全性也比较高的。
开大车有压力的吗？哦，那个压力不差。那你搭起来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很好，跟一般自己家的车差不多哎。花莲市民小巴司机英文已经半个月，专门在市区有六条路线，若要坐专车的车牌上路车，无法度随叫随停，来甲计程车经营模式分开。原则上，我们的路线是属于定线定班啦。那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跟建车会有很大的一个区分的。我们是采用那个公车的一个收费方式，那全票是25块，半票是13块。管护工这么先摆三台市民小巴士服务六条路线，兼顾囡仔读书、医疗、观光、坐客源加观察载客量。效果若好，会请厂商搁再买车；一若路边的车牌写了无清楚，或者是伤过简单的问题，会搁再改进。记者综合报道。继续看高雄的文兴三路、公社路、还有南田街，这是一个五岔路口哦，常常发生车祸。交通局在二月底在这设全国头一个标线型的圆圈啊，半冬来哦，发现讲违规的状况是减少真多，咱做伙来了解。路口中围出黄色的圆圈，涂骹画指引标线。高雄前镇区文兴三路甲光西路南田街交叉五车路口，因为路线复杂无号志，过去常常有汽机车违规转弯造成车祸。市府二月底首创伫路口画标线型圆圈，引导行车路线。伊徛伊欢喜个啊！啊，像即摆遮呢？即摆拢毋捌出车啊！较早一个月拢上无一两届啊！在起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大家。我会看那边，又看那边，又看那边，看这边。其实常常大家，我看过很多次，都是车祸在那边发生。汽机车来到圆圈，沿涂卡标线转弯回车。高速路口虽然路无大条，但因为伫个山道上悬，平常日车流嘛袂少。标线型圆圈画半年外，警方统计三月到八月，当地违规取缔有十件，比去年同期减三成。实施半年之后，成效显著。驾驶人已逐渐适应圆环的标示，大幅减少了危险的横越路口行为，有效降低了事故发生率。那我们观察标线型圆环确实有助于提升整个用路安全。多详细标线引导行车的路线，好保持路况的民众看到会减速。路口圆环嘛，避免汽机车出现七时过时的转弯，让多数民众有感。交通局表示会考虑在其他倒车路口，嘛为标线型圆环来改善路口用路环境。记者陈环武、柯正准高雄报道。来看公司台语台的新节目《Talk Show 台语》哦，这礼拜六特别开始放送了。这是台湾头一个全台语的 Talk Show， 有24个选手在节目车边，大家做伙用台语来练嘴花，那么先做伙来看麦。阮这个节目的参赛者平均的年纪差不多了，伫咧这个28左右，所以来拢是真正足少年，哎，有开始足侪人，一开始连台语都袂晓讲。到尾啊，因讲出来真正足好笑，而且感觉因自细汉就敢若讲台语。这个生活模式还是教育模式等等，真侪人阿公阿妈甲孙仔都无法度沟通啊，这个台语就袂通啊。啊，但是为即摆开始，咱这个点落，回去补音，回去大长，变作后摆咱生活当中真重要。Talk Show 台语哦的评审团有台语老师王秀荣，个艺人柯浩顺等人，选手用台语来练嘴花、讲笑话。柯浩顺是认为 Talk Show 台语哦这个节目，通让台语继续生出生活，嘛发展出一个新的文化，会当下少年辈来听台语、学台语。节目是对9月礼拜开始，逐礼拜六暗时8点，会伫公司的台语台来放送。再来看有调查显示，讲咱国内有60%以上的老大人，因为喙齿无好，影响到食物件甲健康。国健署是指出，讲老大人上大的问题是吞袂落去，所以最近哦，就办创意料理的比赛，望大家来发挥创意，做出合老大人才的营养料理。那么，这回来看麦，这肉丝的部分，我们也是要用适口大小。对，刚讲3公分嘛，对，对不对？但是我们梗的地方哦，还是不一。比较硬。国健署在网络有拍影片，教民众安怎煮食较适合老人。因为根据国健署的调查，有60%以上的老人有喙齿的问题，要补还是吞物件拢有困难，所以特别会针对时段办创新料理比赛。我社会组的参赛者高手两人伫网络顶看国健署的教学影片，家己学用分林在地芋仔、猪肉等等做出水果营养的料理，嘛希望厝内时段通食到健康佮欢喜。本身伫菜市场在卖菜，啊，老伙拢甲我讲哦，阮附近的那个什么长青食堂做的物件足歹食，啊，无就是煲袂烂呢，啊，我常常
就是因只 information， 所以我才讲老伙仔爱食的物件，就是一定爱煮的烂，啊，佮出了又又会会入口即化。另外，有饭店的总铺师来参加郭建树的料理比赛，因表示透过郭建树的辅导，嘛较了解时代需求。阮有去上课，啊有去，伊有来甲阮辅导，啊辅导了，阮就照依照伊遐规范甲规定，阮去做，安尼伊迄个质地能。嫩甲程度，啊，阮拢有配合着咱的迄、那个咱的国建署吼，啊来推动遮，啊，所以阮着尽遵照遮来，吼，遮咱中遮来使用安尼。国建署表示，这是因头一届针对时代办料理比赛，拢总有193队伍来参加，有分做专业组、校园组、甲社会组。参赛者有来自社区的食堂、饭店，也是病院的营养师和学生等等。最后是选出40个得奖的队伍来颁奖。参与的热度其实今天是蛮感动的。那这样的话，代表说我们社会对于这样的一个期待，后续我们会啊收集大家的意见，来作为我们未来是否在举办或者是更扩大办理的一个啊参考的依据呢？郭建树表示，这次时代定因为物件歹薄，影响到因的胃口和健康。透过这个比赛，希望各地民众能继续推广适合老人的煮食方式和营养的料理。记者卢尚如、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二九五节非营利组织，逐天哦，拢会提供免钱早顿、够中昼顿来照顾弱势学生。伊嘛发现讲，受到通货膨胀影响，今年需要免钱早顿、够中昼顿的学生，比去年增加30%。澳洲非营利组织的志工甲食材，包括鸡卵、面包，一个牛奶一箱一箱搬上卡车，伊要送去南澳阿德雷德的每一个学校，为学生囡仔做免费的早顿甲中昼顿。澳洲因为高通货膨胀的关系，地租物价一直起，直接影响到一寡弱势家庭的生活。非营利组织 Kids Star for Kids。做这种的工作已经真侪年啊，因观察到今年的需求比去年增加30%。Especially single parents, there's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m, and it's not good to be in a country like this. 在灶卡志工爱分工合作，有人煎法国式的熟棒，加熟棒煎加外口酥酥，内底软软。啊，个人爱负责烘熟棒，也是抹水果酱。Kickstart for Kids 每礼拜爱为阿德雷德360间学校提供60000早顿。I can last a long time feeling happy and not worrying about anything because when I come into the breakfast club, all my worries go away. It does help families a lot. You know, it's today, like at the moment, the cost of living is really high, so it's really good they're helping a lot, the kids and the families too.Kids Star for Kids 的创办人讲，为学生囡仔做早顿甲中昼顿的想法，是因为细汉时啊家境善恰，看到伊的妈妈常常为着食食的烦恼，所以决定大汉了后要帮助有需要的弱势家庭。公司新闻新乐部的编译。下半部的天气，来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高32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3度。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高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司台记台的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播3点，咱再会。